好，菲尔斯再给出来，王浩吉外线的跳投出手命中三分。那比赛还有多长？好，不过王浩吉这边，哎，前面没有马哈尼了。那这次的单打得分，那大吉还有加罚一球机会。他 SBL 现在的单洋将这个成绩，他有办法选上中华队，已经很非常的不简单了。嗯、这边上篮得分。那 NBA 是反过来，对方教练指定。NBA 那规则也蛮好玩的。外线跳投出手进，王浩吉哇强投三分，好，再回给中间，王浩吉再给出来，王兴伟外线跳投出手哇，再交给王浩吉，塞拉尼下好球，哇、哦、这个球给的漂亮，盖比得分，王吉塞拉尼下，好，这边出手得分，给到盖比塞拉尼下，李宗霖再 kick 出来给到王浩吉，哇！